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293面，第三行也是对中啊，读起啊。故本经中，无慧诸大菩萨，含经尊修，普贤大师之德，普贤之德者，十大愿王，都归极乐。诸利利他，无有恭敬之德。极乐大师遵行普贤之德，佛教无土众生，该行普贤之道。到这是一段，菩萨十大愿王。伫头前啊，有做了简单必要的布局啊。这个心愿呢，以最殊胜的所在，是引导咱。往生极乐世界，往生极乐世界，会当无辜照普贤十愿，爱认真的修学，礼敬，遍法界、虚空界一切众生。众生这两字，以真实的意思，是众缘和合而生的。众啊，是众缘，众缘和合。多一法，不是众缘和合呢？诸佛如来，众缘和合而生。菩萨嘛是众缘和合而生，声闻缘觉，十法界依正庄严，变法界虚空界，所有一切现象，大乘。世俗世间，即圣贤，甲伊归纳为三大类：啊，自然现象、精神现象、物质现象，拢是众缘和合而生。菩萨十愿要帮助这些众生。完成佛道啊，就亲像《华严经》里所讲的，情物无情，当缘中地啊。一切众生圆满具足，菩萨十愿，菩萨十愿是圣德圆满的流露啊。在众生里面有精有念，声闻缘觉这个清净，六道里面已经庄严，这是念吗？有善有恶啊，恶道众生确实
有一寡事啊，无恶不作啊。啊，起心动念，残害忠良啊，害好人啊。啊，这些人有菩萨习惯无？有啊。有为什么也要去做歹事？因为伊也迷咯，迷失了自信啊，伊才会做歹代志啊。世间人啊，唔知呀，做歹代志爱报复伊啊，这因果内底啊，无聊呀。真正因果确实未了伊啊！佛菩萨呢？佛菩萨了事呀？为什么呢？佛菩萨尊重伊的本性啊，不在乎伊的习性啊，道理哩即块啊。为什么本性是真呢？永恒不变啊，习性是假啊。有生有灭啊，千变万化。原本是一个好人，真如不修自性，和外面的境界啊，一个不良的境界所诱惑，烦恼起现行。贪嗔痴慢，明文利用起来了，做尽了歹代志啦。那、啊、所做的是消灭净化了，消灭佛法了，消灭传统圣人之法，伊呀、啊、做这代志啊。伊呀、啊、做个真高明。表面上好奇，实际上是残害啊！目的何在？唯我独尊啊！袂当有人超过我，超过我，我一定要改伊消灭。这是什么心啊？如差心吗？修罗的行为啊，如差修罗无迄个未对阿鼻地界个呀。你知影无？知影，伊会在乎无？不在乎啊？为什么？现在也未对了啊！啊，有一天这个乐啊，就享受一天。明仔载对了，明仔载也未到，伊未着急，未歇啊，颠倒。时辰啊到咧，对了落去了后，后悔都未赴了。迄个时阵，还阁搞面皮啊，来求你个超度啊！在你的面前忏悔认错，求你个超度，要个超度无？应当个多呀！伊可怜啊，伊行善啊。六道内底三善都受报啊！伊做恶，六道内底啊，三恶都受报啊！这个代志啊，只有真正菩萨看清楚了。伊是去菩萨，伊唔是真的啊！伊唔是真修行，唔是真佛弟子啊！也着佛的招牌，欺骗善良众生，残害。风火净化的这些人，这些人有啊，佛陀在世都有啊。提婆达多、六根比丘，或者身边的人啊，这是世尊无尽慈悲给咱示现。今仔日咱家己团体内底有一寡用心不良的人。真像提婆达多、六根比丘，
来破坏道场，咱应当都要讲悟着啊！世尊已经表演予咱看了。那世尊用什么方式呢？用什么款的心态来应对这代志呢？这就值得咱学习咯。如菩萨，我定是尊敬尊贤的心。世尊的因地，用菩萨道做忍辱仙人，和高丽王各只身体，一种集体大乐，菩萨无退心，菩萨无起一念的万分心啊！所以世尊提前成佛了，伊啊本来的排列是伫行劫千佛内面第五尊佛，伊排列第五啊。提前咯，提前提升了一个位置，也伫弥勒的头前，弥勒本来是伫头前，释迦牟尼佛伫后面。现在也是释迦牟尼佛先成佛，弥勒菩萨伫释迦后面，这是原因呢？咱来知影，这是诸佛如来表演示现予咱看。当咱拄到大难现前的时阵，必须得下命。亲像高丽王来夺取你的性命，就是爱下命，嘛是在所不惜啊，也未当破戒啊，也未当丧失正念，这重要啊！学佛永远不是习惯，习惯整个合起来能力心境。真行恭敬啊，这两字是核心啊，以真行恭敬对一切众生，这是诸佛如来的真实弟子啊。那果报是依家己修的啊，当然不相干啊，但总是以一味真诚心处事待人接物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这一生当中决定得生净土。大势至菩萨甲咱讲，若何念佛，现前东来必定见佛。现前是咱的世间，所以注意当下，你甲看这个经听讲啊，都要听清楚，要看明白，千万唔通产生误会，绝对唔通讲有过错的念头啊，有侥幸的念头，那你就大错特错咯。佛大慈大悲临终的时阵，示现来接引，有无？有啊。也家己一生拢唔相信佛法，最后亲像婆罗门女伊老母、公婆女伊家亲惯相，也一生无接触佛法，最后也是同款的往生。也你爱当孝心，我爱当唔免念佛。这一个有德行的人，甲我超度一个，我就往生了。你往生未？未啊！有德行的人来甲你超度，你要往生。这一生无恶福，继续成长恶果啊！你军队啊，真好。所以，阿赖耶来对，甲你的经济啊，引导出来了。
你如果阿赖耶内底无经济，那会知影无经济呢？投机取巧的念头啊，侥幸啊，成就的念头，这就说明你根本都无善根啊，你根本都无福德啊。佛来拢未当帮忙你啊，所以佛未来啊，佛唔是无帮助你，来无路用，你业障太重了。你的业无消去，佛要安怎来呢？所以这个道理真深真深，咱看到会生信心，但是也未当学习。你若学习就错了，咱唔知影讲这个人过去成长的状况。佛菩萨知影，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咧做什么代志？这一世咧都也无好，但是较早军队真深好。也就亲像咱过去伫汤池做诶实验，汤池小镇，咱用地主规来教导，即、這个小镇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斗阵学，无到四个月就成功咯。这是什么？这小镇诶众生啊，军队真深厚。即、這个所在是啊，过去东山派诶。教区啊，几百年深厚基础啊，现在断掉一百年了，不要紧啊，一个印就起来了。换这个地区三年不一定会成就，我的家乡我了解，我十岁离开家乡，但是我记得真清楚，阮是住伫农村庄卡，农村的人啊，有、哦、啊，传统啊，文化，唔是念啊，老人啊，做一个榜样，哦，这囡仔拢看到咯，根深蒂固啊。农村是无学校，无读过书，有思想啊，居民啊，拢啊。知影五伦五常，四依八德啊。虽然做未到，也真差，但是对外面也都要结一个模样啊，行见效啊。嘴里啊，拢是啊，个性鲜甜啊。证明在你的暗中啊，唔敢表面化，这是咱的当机啊，理解啊。所以经过这六七十年对敌啊，也够敌啊。但是啊，三四个月，这人的天良就唤醒了，这是咱意想未到的。所以啊，阮只有感激祖先的德啊，三宝的加持啊。今年做成功咯，恁叫我现在过去做的时阵，其他所在做我无把握啊。同款的一个道理，这一生无学过的人。我小里面老爸一生不相信宗教，临走以前四个月，后生学了传统文化，真正感觉见效了，一生不孝顺父母。老爸调病的时阵，伫病床边啊，秘密地照顾伊老爸啊。真好啊！因老爸看到了，这才真正赞叹
佛法啦，赞叹中国传统的文化，是真好啊！个伊后生教个真好啊！你讲伊老爸有贤君无？无贤君哪会讲有这么好的后生呢？所以，伊先无接触佛法，临命终时，有同修帮助伊，求忏悔，送伊到极乐世界。大家听着咯，我这是唔相信佛不要紧啦，到临终的时阵，还佫有人帮助我。你也无遐大的福报，你无遐尔深厚基础。你唔通啊，异想天开啊！唔是一般人做会到呀，一万人的当中无一个啊！啊，要安怎呢？老老实实听经念佛。你看，唔念做老技师，那是何等的人物啊！伊也伫往生前半年。满年放下，每日十四万声呼呼，这老大人跟我讲，这是咱应当爱学习的啊！我小里面老爸迄个啊，你是学袂到呀？为什么？你若有一个亲像我小里迄款的后生啊，你就学会到。如果你无亲像乌修林啊，迄款真好诶好主咧，你是做袂到啊！你哪有遐尼大福分啊？这是啊，祖先有德啊，家己前世无数世诶修行，出来才会出一款即个好主。这会感动，真正修行人来个帮助啊，成就伊。这不是简单的代志啊！恁伫地藏经有看到，讲目录的老母有遐好的查某囝，你有无？你若有会用呢？你无啊，你就无办法咯。那都要靠家己，靠家己都要学黄念老技师。平常每日念好好，唔通少过一万声，养成习惯。到家己破病的时阵，那都要加，加到五万，加到十万。你这真正有把握啊！所以听经重要啊，听经重要伫倒位咧？明白念佛的道理啊，为什么要念佛？念佛有什么好处咧？你真正创清楚、创明白啊，你就袂当妄想咯，你就放下万言咯。啊，即句好好，无上的至宝啊！无量之宝啊，不可思议啊！一句名号，古叫十大愿王。十大愿王引导你回归极乐，祝你利他，无有穷尽之德。这句话是真实的。这是何福梦的了无啊？所以咱拄着困难，拄着障碍咧，要安怎？唔通打梦想，唔通怨恨人，然后老实实念佛求生净土。众生无福啊，应该受大难，你念佛就会成西方。如果你念佛真正会用也唔走，换一句话讲。佛菩萨祖先要留你伫这世间救苦救难呐、啊，
念这句好好，都是助力利他，都是无穷啊、无尽、无量无边的殊胜功德。这咱总得来了解，总得来明白啊。然后我这摆甲诸位道丁啊，学习无量寿经，我想我讲解已经有够详细了。诸位真正要有未明了所在，恁就甲问题啊，甲写出来啊，传真给我。我伫讲经的时阵，再甲大家来回答。耶罗大师遵行普贤之德，特别是指反省同基础、三倍九品啊，方便土是不土也不例外。不过呢，这是不土里面的菩萨。无功用行啊，个十方界修行完全无同款。十方界人修行有依归，唯依有节，是波涛内面无咯。为什么呢？是波涛内面的众生，那是佛啊！因拢做到不起心不动念，你注意想看吗？若君接触了顶境界，不起心不动念，那去修什么呢？无法修了，起心动念拢断去了。分别是对起心动念变现出来，执着是对分别变出来。起心动念若无了，哎，分别执着也拢无了。所以啊，伊就是啊，如如发心佛啦。也这个圣德里面，圆满具足是大圆融，圆圆啊，拢圆满。圆圆啊，拢遍历一切法，任何一法，比如内经，以圆满含摄下面的教法，各普界回向啊，即圆啊嘛，圆满的含摄着顶面的教法啦，法法如此啊，伊即是多多，即是一啊。这呀，告发心菩萨叫圆满，方便土殊胜法界，同基土有多众生，这里头有依归啊，就是有修啊，有行有静，拢总拢有啊。有分别有执着，在波涛内面拢种拢无，即系现象拢无啦。所以啊，拢嘛是行普贤之道啊，普贤是圆满清净，普贤之道是圆满正德。后面要有一段，如是极乐大师，彼方世界入生死海，是故为是咧讲叫做世界都是一挂人呢。那诸位讲，伊啊所讲的是方便土啊，动机土。不是是报土，是报土
唔免啦，披红细铠。嘛唔免啦，你生死海，你出力拢无咯。这还怎样出力拢无咯？这叫真正力吧？有出有力，无力吧？出力无咯，真力。所以啊，因完全是啊，众生有感，伊就有用啊。用伊什么心，得多伊就现什么心。家己无意思，啥个意思咧？对方的意思。所以众生心应受地量啊，林扬经常讲呀，家己无意思啊。家己那要有一点啊意思滴的。那是动机甲方便托物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也个是啊，无看到真相，也是用阿赖耶，阿赖就了解了。比方世界入新世海，是西方极乐世界方便托啊，动机托的菩萨因啊，伊啊教化众生的。这个能力啊，几乎是甲一部土拢是同款，那什么原因呢？得到弥陀本愿威神的加持，不是家己修来啊，是佛的加持啊。当年伊嘛是在修，伊真正修成功了，伊就入十部土咯。伊就离开方便土咯，那是啊，伊家己真正修行的力量啊，和力加持的这下面要两层呢，就是啊，方便土甲动机土啊，叫做世界无比殊胜庄严，也就伫这两土，甲十方世界完全是无共啊，随行他方世界。血现心呐、啊，会透啊！血换现心会透，会透是六道。第六道来面现心，一路弥陀愿力加持啊！这个愿力就是咱现在学习的四十八愿，四十八愿加持啊！伊啊，起作用啊，甲阿弥陀佛真相似，差不多。你讲这话殊胜，行李恶处，虽然来到恶道来了，这个恶道是指六道，或者是指三恶道，伊的六道啊。离六道，第三道离三道，哎呀，第三道里面示现，比如地狱示现地狱心，示现地狱相，做罪业的人在地狱是真正受苦，伊底下咧搬戏啊，咧表演，唔是真受苦，伊是表演，伊唔是真修，明白先？伊无这个业啊。伊表演也是表演个真逼真呐、啊，亲像舞台表演同款，真正逼真。伊真正是无恶道啊！伊住伫倒位咧，伊永远住伫个布套内面。也极乐动机的菩萨，方便土的菩萨，因所修的乐。甲十波中央土拢同款，这是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啊！平等台屋，十波中央土的平等台屋啊！各个随机易乐，这个机是众生，就是行顺众生随喜功德啊！《楞严经》里讲的，随众生心
就是随机意乐。应所何地量啊？就是或者解说法，或者是实现的听法，或者实现心通，随意修习是解圆满。那随意是无起心动念，完全随顺众生的意念。啊，众生作恶，作恶嘛，随意作恶，随意作恶。希望伊恶赶紧成就，为什么？赶紧甲伊啊布掉。呀，伊迄个苦爱啊，痛苦十年啊，你下甲十年的痛苦，叫伊一年就受掉。所以，当听不如短听。这拢是菩萨慈悲啊！你看菩萨真凶啊，其实菩萨是真慈悲啊。哦，你这个布条了后面就落了。所以啊，这不是普通的菩萨，这是发心菩萨才做会到的啊。普通人要做的时阵，你都要做恶报。普通人就是念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就是求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人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对弥陀爱真心，哎呀，切愿啊，真心切愿啊，你才会啊得到佛的加持啊。那违背诸性是决定得不到佛的加持啊，有加持魔王啊，加持你啊，罗刹加持你啊，就是讲成就你的恶业啊，早一天把你送去地狱啊，等到你的地狱要消清气咯，你才够出来啊，佛菩萨才够加你啊，才来帮助你啊。众生修教，也该自心信号求生净土，发菩提心以向专念。对于啊，这句经文，那就明白了。佛门内面有一句谚语讲：“佛不度不言之人。”有一寡人是无缘之人，甲佛唔是啊，同心、同愿、同德、同行，哎，都是无缘。啊，佛是什么心？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帮助一切众生。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这是佛心啊。爱甲佛心同心同愿，佛的德是什么呢？烦恼无尽，誓愿断，这佛德。啊，佛的智慧是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的究竟圆满啊，是佛道无上誓愿行。这真的不是假的，无真做是袂用的啊。所以你个看卖，凡是众生啊。修佛教会的人啊，伊啊，拢会当自心信奥，接受佛陀教会的时阵，唔是自心，什么心？自私自利的心，
明文利用的心，嫉妒傲慢的心，那伊无受教啊，无接受啊，伊对佛法无信啊。阿弥时时之不要一火，迄烟伊无得着。我们上过欢喜充满，伊欢喜无得着。这个信号就是欢喜啊，伊无得着啊。伊加伊什么呢？加伊啊，世间名闻利用，加伊沽名钓誉啊，加伊别人来恭维伊啊，去尊敬伊啊，伊加伊这个啊。这个完全就是啊，六道的内面轮回心啊，伊做轮回业啊。咱家己都要好好想看卖，家己有无？那是讲有，关键来改过啊。有者改之，无者加勉啊。那无真好，哎，一记哩啊，千万唔通有啊。下面这句呢，这是修学佛法终极的目标，真实的目标，有生净土啊！这个心爱念念藏在心内，什么时阵求生净土？今仔日求生净土，唔能等明仔载，唔能等明年啊！你呀、啊！求生净土的心是真心，今天父母来接应你啊！我就讲，你要有一天的使命啊！你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众生，一年无来接应你啊，你今年就要帮助众生啊！咱念念是唔望着阿弥陀佛来接应啊，决定时阵啊到，阿弥陀佛决定的来，一点啊都袂怀疑啊！功夫在哪位呢？下面讲发菩提心，以向专念。甲注意讲，十大愿拢都是菩提心。也修学的目标，就是应对顶面尾后的这五字：清净、平等、觉。我用什么方法修清净平等觉呢？用发菩提心，以向专念啊，遵修普贤大士之德，随修心地啊清净，无念污，无什么念污呢？无自私自利念污，无名闻利用的念污，无贪嗔痴慢的念污，无烦恼习气的念污，这叫清净心啊。也清净心，搁提升平等心，平等是无关家啊！哇，即句讲，嫉妒、傲慢、嗔恚，完全拢无咯。平等心现前啊，跟一切众生平等，跟诸佛如来平等，高德众生也平等。为什么龙马是这发性变现出来？用心亲像这面镜同款，那现在用电视就是电视的屏幕同款，内面的色心搁较多，搁较复杂，屏幕一丝毫都无念着，所以屏幕甲咱视线呢，都是清净平等觉。咱的心脉甲病魔同款，啊！这个、世间五花八门，拢伫咱的周围啊，一丝毫未念。这真功夫啊！唔是唔接触，接触你不念着啊！这都是诸佛菩萨的本事啊！
啊，一向专念。这个方向，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目标，亲近阿弥陀佛。这个一向专念。啊，这种咱就学习到这地，咱啊继续来看下面的这种。我做佛时，成五果者，所属饮食、衣服、种种用具，随意即至，无不完完啦。这段是啊，第三十七，意识。主祭观下面的这观我们给它念完了，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，这句就是这观第三十八应念受供养，这两观呢若不逆者不出正觉，伊若无做教来讲呢，伊就未成佛，伊也都是阿弥陀佛啦，阿弥陀成佛咯，所以这两观也兑现咯。咱来看，两座老技术的注解，以扎尼，我学习。大境界，加大境界出了一个科判，啊，这种的科题就是啊，庄严妙乐啊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妙乐啊。啊，三十七、三十八。下面啊，这个三十九也拢是，俗语庄严妙乐观。咱先看一章，看念落的注解。有第三十七，衣食住住观，饮食、衣服、见诵业，五种原业本的诵业，种种用具见动业。又汉译第二十三愿，或我国诸菩萨欲饭时，这个欲就是讲你想要食饭的时阵，这个、七宝半中啊，生自然必味饭食在前，是以半界自然起啊。这个世界偌好诶！那有亲像咱现在灶卡这么麻烦，想要食饭，大家拢咧也无用，无用半步气味也无下口味。西方叫做世界唔免厨房啊！你想要食饭诶时阵，碗都是餐具啊！咱今仔用只碗，啊，这是餐具。这个餐具自然就摆在你的面前咯，呀，饭桌啊，这个桌顶的餐具摆在面前，啊，而且呢，每一个菜碗的内面、饭碗内面，百味的饭食，百味是啊，形容词啊，什么人吃饭有一百菜呢？你敢知影？过去的皇上啊，皇帝食饭，每顿饭拢是一百行菜，袂当少呀。牛犊呢，爱替皇上准备的时阵，每顿饭是一百个菜，迄个菜碗拢无大，亲像这个碟啊同款。我虽然毋捌看过啊。
唔系看到遐尼完全一百个，我看了差不多啊，将军有一半。想请我食饭呢？一起自二代里爱大赛、武道大赛啊！我伫北京去看伊啊，伊请我食暗顿啊。暗时我去的时阵，人客只有我一个，只有偌济菜呢？大概有四五十个菜啊，每一个菜拢像碟啊同款摆伫个面前，我就明了了。这是皇宫内面的皇上食饭，每顿饭拢是安尼生。罢米啊，饮食是帝王的财富啊。西方叫做世界食饭的时阵啊，你想要食的时阵，拢是帝王的财富啊。牛肚内面啊，配出来这个餐饮啊，而且伊是自然现成啊，伊无需要无需要人工去做啊，你只要一个想念着，伊就摆伫面前。吃完了，连餐具、连餐桌拢无去咯，自然就无去咯。这间讲会通的鞋啊，有科学的证据啊。科学家甲咱讲啊，灵甲质啊，会当互相转变。啊！科学家发明原子弹也是根据这道理。啊，把质量转变做能量，这是原子弹的原理。要安怎把能量变做这个物质呢？现在科学家做未到，怎样讲一定可以做得到？能量啊，在空中就触及不尽咯，就亲像咧。变魔术同款，伊会当变作真的物件摆伫面前，灵甲质会当互相转变。即内底其实透出一个重要的信息，就是物质是假，唔是真呢。物质是能量变呢，所以物质会当回归做能量。这个信息真正重要啊！啊，对这个看起来呢，西方叫做世界科学，会使讲达到顶峰造极。每一个人拢会当用伊的意念，把能量变作物质。我需要时阵，大项拢有；无需要时阵，空空如也。你看偌清气利落的。啊，你住的这个环境一点不亮。要什么有什么，来几个人客，要几块椅子，椅子都来咯，哎，人客若是走去了，椅子都没去了，空空的。耶路世界人的生活环境啊，咱在这世间受苦受难啊，旅行的时阵，都要扎一大堆的包袱啊！家己排袂订单，佮请别人来跟啊！啊，你讲你有麻烦啊？无麻烦呐！啊，咱就知影讲，叫做世界菩萨的变化界、虚空界、旅行啊，有甚物人免扎？应有尽有啊！这个所在都赶紧来去啊！唔通流乱伫即个娑婆世界的话受罪啊！历史咱拢爱了解。下面讲五亿是空间界版本啦、啊。第十四关甲即个同款，有五亿，第三十八关月，各种天人，有的依福。虽然即是如何所赞啊，应发妙福，自然在心。
头先是咧讲食，你需要饮食，即内底需要穿，唔免去采访，唔免去买物件。西方叫做世界无即个商店，也无餐馆，嘛无百货公司啊。啊，你想买什么物件，物件就来了，自然就来了。啊，你讲想买这条衣服，随念即字啊，衣服已经穿在身躯了，就亲像佛所赞叹的。应法啦妙福啊，那应法安怎讲呢？兴顺众生，你在教化众生的时阵，这地区的众生，伊是甚么款的衣着呢？甚么款的礼服？你跟因穿的拢是同款。啊，这是妙啊！妙的什么呢？这衫无需要彩虹，这就妙咯。自然穿的辛苦呢，有求彩虹都亮啊！这是讲以后的风节啊，咱的衫也需要利用身体，也需要去选布料，就麻烦了呀。西方世界那不需要彩虹啊，连水都不需要啊。为什么伊无需要？伊衫清气啊，一点不染，永远都唔免咱啊去洗衫。咱今仔讲换水啊，西方世界无换水，这个习惯啊。那讲是衫，所以这话。伊拢无改变，所以改叫一进法改，也就是讲，迄、那个世界只有心现，无色变，伊无色咯。亲像法相中咧讲诶，迄个世界古民。动骨头烦恼无断，方便土呢？断一部分，要一部分无断啊！只有十部土完全能断清气了，转八色生数地啊！所以是只有啊。心偏啊，无色变，但是伊啊，动机土加方便土，嘛无色变啊。这啊，太殊胜了，这太不可思议了。这是啊，弥陀本愿的加持啊。西方世界诸佛。树托里面无啊，一切诸佛刹土，顶面两土是同款，上是公家十八土是同款，下面啊是方便土甲动机土是无同啊。那是什么呢？那是啊，八色五即心所变出来啊，色变的啊。凡是色变的啊，拢嘛是假，拢唔是真呢。
啊，咱读到这段文，真正的明了了后，对这个西方叫世界，自然啊，你就会产生仰望的心。诶，世界偌好呀！多念是逆色啊！咱这个衫顶面的花纹，真侪是逆色的，是属这类。原的是洗衫，那么换洗，西方叫世界无遮麻烦的呀，拢无需要。那安尼呢？即观，你也有讲了不出境界。念佛，这个愿啊，拢总拢兑现咯。这是特别甲反省同其他人讲的啊。为什么呢？自性法界啊，那是天人啊。阿罗汉以上呀，当然也无需要这个啊。伊那是什么维系啦？财、色、名、食、水，这五项也叫做五欲，伊拢断掉了。用什么来用身体呢？善业，人有所谓“人逢喜事精神爽”，就是欢喜啊！欢喜是用身体啊。无说外面这阴湿啦，只有反省啊，动机土里面的欲界叫需要，这三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欲界都爱啊。世界无世界，拢无爱呀。何况的是旁边有乌托呢？阿罗汉啊，譬如佛啊、菩萨啊、佛啊，你哪有需要这物件呢？所以这一关完全是为着多阿条有融合完成。动机土里面的湿气，佛法这个缘，你的湿气无断袂好紧啦，你还想要有食物件，有袂缺乏，袂缺乏你是食的啊，你想要穿也无缺乏你穿的，食的穿的拢有咯，你就会当啊放心咯。你都想我真周到了。如果无即关伫即地呢？啊，咱看到即个极乐世界经常所讲的，咱常讲，你看极乐世界啊，无政府组织，冇听伊讲啊。啊，极乐世界都无属人工商的啊。啊，咱生活变怎？咱会想到这个啊，无农夫的种作啊，咱要吃什么呢？无这个工卡，咱要用什么呢？啊，无商店，咱看看了后，这物件要对对来呢？有的世界拢无啊，哦。阿弥陀佛的本愿啊，微神变现自在啊！一切所需的物件应念离现啊，只要你有念头，伊就会当现前。这都是科学里面啊所梦寐以求的啊，但是现在也未当出现，就未到，就是。灵界即个自在
转变。因为世界做够了，所以科学家想要学高等的科学，拢得去叫做世界去留学啊。甲这个大科学家阿弥陀佛去甲伊学习，你呀、啊，这当啊学到这本书，咱啊过来看下文。金经比及五亿文字，是五种原译本的文字结成次元，名为意识主次元。这是交代汇集这个文字对头来的，如会所识为一万，佛本何故行诸缘呢？这讲真好啊！会所这是日本法师做的啊，佛为什么有这个？这愿呢，引起这个愿呢，建设国土啊，为意识故，可以万般世事不宁处，一心疲贪求，何况何下送数千性命，何中杀无量贪诸？无知丁迷无解，受苦无穷。这是讲这个啊，这个法界啊，虚空界内面确实有真多祝福国土，真像咱地球同款。伊啊，即地所讲的地球人拢有。为医为食，人一生为什么？都是为这个无闲啊，苦不堪言啊。啊，素食不宁，素食是春夏秋冬，春天播种。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看到农夫就知影伊的辛苦。一生疲无贪求，这句的内底含的内容就非常非常多啊。贪财、贪名、贪利啊，贪官威，我一行无贪吗？贪。是所有一切烦恼罪业的根源呐，所以烦恼来对该列第一第一列第一列啊。佛陀清楚啊，修行若想要成功，头一个都要该伊控制掉的。第一个娑婆世界。得到这个六心，虽然是假，哎呀，必须在世间活几十年，伊需要意识自行，未当无啊。啊，佛菩萨教咱呢，应该要安怎呢？适可而止啊，
唔通有贪心。所以世尊当年在世，对于这个问题，伊甲咱表现呢，因为佛陀是生于的历代，生于的这个历代啊，生活就真简单。那伊啊，无富贵，伊只有热天。啊，所以啊，伊三领衫就有够了，叫做三衣一钵。钵是什么呢？钵是乞食呢，对饭呀，饭菜混合做伙，无需要甲用一个菜碗啦，简单啦、啊。那住伫倒位咧？住伫个树下，这一张大树会当掠风掠雨。树下一宿啊，过这款生活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人类最低的生活标准啊！一天吃一顿啊，啊，营养啊，敢有够呢？有够啊！我早年地理兵人老技师而警告我第一个那年他老大人七十岁了，我发现他老大人立中一时啊，我向他老大人请教啊，伊立中医师已经几十年了，那像伊开始的时阵是三十几岁，一生无改变，一顿啊是食真少啊。迄个时阵，阮娘少岁啊，伊老大人七十岁了。我三十一岁，我一顿比一顿吃较侪啊！呀，我迄个时阵学佛已经有几多年了。呀，我二十六岁学佛呢。二十六岁迄年的年底，我还记得大概是半年，我就个暗顿顿掉。我一天吃两顿，真正常啊！少年啊，每顿拢爱吃三碗饭。我一天吃两顿，我无从中昼迄顿佮加两碗饭，无啊，也是加正常同款三碗饭。可是老师呢？李老师，迄个细底碗两碗就食饱了，我两碗也袂用，一定要食三碗。伊啊，一天生活费用，迄个新台湾钱两块银。我一天费用一定要三块银，伊啊一个月伙食费是六十块，我一个月伙食都要九十块。我看到伊老大人吃一顿啊，我也就饿伊啊，我个早起一顿也顿掉了。我吃到啊，第八个月，我啊才给伊报告。我讲老师，我现在呀、啊、一天啊，还吃一顿，有偌久咯？八个月咯？伊把酒提下大瑞，问我讲，身体状况是安怎？我讲啊，真正常啊。伊倒停一个拍，你永远保持落去。为什么呢？
生活简单啊，需要少啊，就免去求人咯。人到无求，品自高啊。这个话是真的啊，乐在其中啊。哇，迄个时阵得出一个心得，我向伊老大人报告，我讲啊，身体是一部机器啊，机器的运作都要靠能量的补充啊，饮食就是能量的补充啊。可是人的身体有消耗能量的，也有节省能源呢，不同款啊。啊，大概消耗能量啊，迄种身体真多，迄种机器真多，一天三顿拢无够，也得爱去食点心，要补充啊。那无咧，伊无精神啊。啊，阮咧观察李老师。你老师每天的工作量啊，大概是五个人的，所以真无闲啊。啊，五个人的工作量，一天吃一顿，迄一点啊尔。所以我想过这个，能量消耗，消耗去倒位呢？应当是妄念，何必乱想啊？啊，这个妄念消耗能量啊，肯定啊是。占90%到95%，相互在这顶面，所以人呐、啊，心地清净，也需要量就少。世尊当年在世，所有学生拢在中医室，为什么伊梦想少啊？每日去听经，除了听经，修禅定的修禅定。持咒的持咒，念佛的念佛啦，伊无杂念啊，所以需要量就少了，一顿都有够咯。而这款的道理啊，我向李老师报告我的想法看法，老师啊真赞成，伊讲一点都无错。甲我讲，你看阿罗汉，阿罗汉定功。比啊，一般人较深。阿罗汉是啊，伊一礼拜食一顿，伊也上好少啊。补充一摆，伊就会当啊用七天啊。辟支佛的定功搁较深，半个月出来突破一摆，一个月只食两顿啊。这就说明什么呢？心地如清净，如平定，维持身体的消耗量就如少啊。所以妄念多的人，你要叫伊暗时唔免食饭，伊弄袂调啊，也破病啊。所以这个代志，大家啊，拢唔通学，唔通勉强啊。勉强的啊，你一定会损害到身体。你啊，对不起你家己，对不起啊，父母，那就是大不好啊。必须讲妄念啊，真正少了，要不无咯，真正会当啊做到，无人无精，无色无求，你的消耗量自然就会少。你都啊，无需要遐尼多咯。这才是一个正理。如果家己妄念也是真多，习气也真重，你若无补充，也就会害咯。我33岁出家，出家了后2年修戒。我平常的生活，这拢是一顿啊。出家了后，
修改了后，修改期间当中一个月，甲诸位讲，我开言啦，我吃三顿。为什么呢？戒团内面的生活真艰苦啊！我需要体力啦。别人的时阵，哎呀，发心啊！这修改时阵一定爱吃我啊！暗时一顿卖吃，吃两顿，隔两三天，伊袂用了，伊支持袂起咯。暗时佫开咯，迄就是咧，讲酸笑啊！啊，所以佛法是重视节目咧，重形式啊。啊，唔通为着这面子较好看，哎，就错咯。唔通要紧只个啊，要在乎实质。啊，我迄个时阵真多杂事啊，我必须都爱去做啊。啊，有思考诶，我消耗的能量比平常较大。我袂讲只个假面子，所以伫阶段顶面时阵，我暗时赶快咧食物件。我是修改了后，就出来讲经。讲经真困难啦、啊，寺庙内面也无介意啊。寺庙内面真爱去啊，经忏佛书啊，做法会啊，介意这个啊。这不是我出家的本意啊，我出家是将阿大师，好多怪啊，跟我出家。跟我学释迦牟尼佛，所以我看经书第一本将个大师学过来，释迦婆、释迦弘基，老师跟我讲，学佛你爱认识啊，释迦牟尼佛，这拢是伫阿弥出家以前，26岁时阵。啊，读到这些书，对释迦佛才真正认识。伊也是一个王子，老爸是国王，聪明、好学啊。19岁离开家庭，出去参学，艰苦行政的生活。参学12年，当时印度是世界宗教之国啊，铁学的高峰，这内面的高僧学派啊，内面的大德，伊拢总称尊贵咯。学了12年，啊，咱知影讲，伫迄个时代。无论是宗教或者是学派，无迄个未重视禅定，佛门内面讲的四禅八定，实际上是婆罗门教的呀。释迦牟尼佛有记啊，四禅八定啊，在定中会当啊，而突破。空间为处，那、啊、这个界限无咯，伊会看到28层天，伊会看到阿鼻地噶，所以六道内面的状况一清二楚啊，伊完全明白咯。然后就是当时。宗教内面的修行的人，啊，一寡专家学者拢有这个能力啊。可是咱想到讲，少年的这一尊，佫真好学。肯定伊也阁有未当满意的所在，咱想想会到啊。了道看清楚咯，看明白咯，了道啊是对道来，
要到底什么原因发生的呢？要到以外，敢也阁有世界无？我肯定的相信，释迦牟尼佛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无人会当解答啊！所以学了十二年，学地学咯，伊将十二年所学的放下了，伫比波罗树下立定，伫骨卡深的禅定。这个问题解决了，故在出定的时阵，也道明心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也实现成佛啦。无大了多的代志明白咯，变化界、虚空界拢嘛明白咯，开始教学。第一步讲什么经？第一步讲华严经。伫心所来讲，伫定中讲呀，无人知影。别人看到伊老大人伫菩提树下立定。啊，这个时间经常有两种的讲法，这个是二七，这个是三七。二七十四天，三七二十一天，拢嘛有经本。嘛拢有出处啊。我一句话讲，《华严经》是佛在定中讲的啊。所以修行人唔成人，这部经讲完了，大量菩萨也是顶格菩萨啦。啊，这部经收藏的量经，六百年后啊，两尊菩萨出现了。龙树是初地菩萨，大龙菩萨解呀，接引到这个龙宫，看到啊这部经典呐、啊，看到了后分量太大了，龙树菩萨甲咱讲出原文呐、啊，这个摩尼佛，你七日中所讲的。华严经的原文是十 A 三千大千世界未定期啊，一时天下未定品。六道里面的众生，无一人会受持啊，分量太大了。这是大本呢，要中本呢。根本分量也不是这个世间人啊所会当啊接受的啊，最后看修本，修本是什么呢？那像目录提要，就那现在的看四科专书，你看四科专书，伫架啊顶你拢看到一千五百册啊。啊，修本是什么呢？修本就是目录的提要，就好整五册，头前五册。无落提要，所以啊，龙树菩萨将小本传到这个世间来，就是现在咱所看的《华严经》，是整个《华严经》的无落提要。十万句呀，四十品啊。啊，十万句，啊，十万句，四十品，
这就是世尊啊，大天大悟了后，伊啊所看到的宇宙真相，甲咱啊做报告，都是这部经。在中国唐朝时阵，禅宗略作慧能大师，伊啊二十四岁开悟了，释迦牟尼佛是三十岁。林大师开悟的时阵，只讲五句话。释迦牟尼佛开悟的时阵，是讲一部《华严经》。这两个开悟的人所讲的内容完全同款，不增不减，这就啊妙不可言咯。也就是讲，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啊，这部《华严经》归纳起来的都是五句话。慧能大师这五句的展开，就是啊完整的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。三千大千世界未定居啊，一书天下未定品啊。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啦。啊，人来问讲《华严经》的内容啊，就是什么呢？用慧能大师的这五句来应对就正确了。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，本自枯竭，本无动摇，人生万法。林大师只讲五句，这是啊不可思议的境界啊！大乘佛法对这兴起，《法华经》里有讲，唯有一心法。无离也无三，这是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的本意啊。佛希望一切众生各个啊回归自性，各个成佛。可是众生未加太深，教学一定要分阶段。那亲像咧办小学、办中学、办大学、办研究所，用这个方法来教娑婆世界众生。所以出定了后，伊落遐远，升到五比丘，甲因阿公。阿含以后学生愈来愈多了，有的一千两百多人，这是上随众啊，临时来参加的人，我相信啊，未讲少有上随众。我即句讲，即个摩尼佛即个讲堂。应该是三千人以上啊！这款的工程啊，阿含就是小学啊，十二年啊，方丈啊是中学啊，八年啊，我这也是大学啊，二十二年啊。我华师研究所啊，八年啊，总共四十九年。这是释迦牟尼佛一生啊，行持的这个状况啊，伊家生活减低到最低限度，突破。
解决这个问题，穿衫三衣，三衣到底去找找人穿旧的这个破衫，单调不爱，给伊也扣起来，看这个布内底也会当用的，给伊剪做四角的，给添起来，添起来当然布料无同款啦，颜色无同款，那就真歹看了，所以给伊染色，染做咖啡色。所以该叫做你色衣，这个衣称为袈裟，袈裟都是杂做呀，做成的，混杂做成的，不是一个单纯的。所以衣叫做袈裟，食饭嘛叫做袈裟。为什么每一家托派饭无同款啊？混合做一个袈裟，就是混合的意思啊。给这款的生活。所以在这世界，这种世间，这种世间在法界啊，虚空界里面真多真多啊。啊，人有衣食住行的这些习惯啦，这些习气啊。时间太久了，印象太深了，常常伊会想起来，所以。阿弥陀佛发这个愿，这个下面，哪讲是世事不安宁，达刚的咧无闲啊，一心疲无贪求。下面的这段讲，好好。河下宋素谦性命，这个河是正直，用这字来代表你所敬的这个五谷杂粮啊，蔬菜水果啊，你这敬做的时阵有真多这个小唐宋星，这个作业啊。河中呢，这河是大鼎，就是咱讲的大鞋啊。古早时阵，这个鞋下面有三只脚，三只脚或者是四只，为什么下面的遐细啊？那时阵的鞋啊，较早无造，所以古早时阵就是用三只脚甲凸起来，下面遐细，顶面咧煮物件。这个古什么咧煮？坛主啊，抽丝啊，抽他妈丝啊，用来做布料，你杀死偌济这个坛主呢？这是古这个你来讲，以及顶美不改啊，以什么？以这种的生活方式。生生世世，你甲众生结偌济冤结咯？所以冤冤相报，无完无了咯。受苦无穷啊！这是六道众生无办法避免的代志啊！啊！咱只讲六道里面的因果，是个原因，因为这个因果或者发愿，阿弥陀圣众啊，这个我是阿弥陀佛啦、啊，阿弥陀佛国土里面的圣众，伊是主体，随意现前。就以去犯该做道法的帮助你成就道业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啊不是凡夫啦，你圣人啦。虽然是凡圣同居土，你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
头前原文内面咱有读到啊，该做阿维瓦蒂菩萨。阿维瓦蒂是什么款的等级呢？是甲是不透明定，这个阿维瓦蒂啊，是不透内面菩萨也需要饮食无？无需要咯。也会起这念头，我要穿衫无？无需要咯，伊无这念头啊。即系分别执着，习气拢总断清气咯。只有无明习气无断啊，无明习气未该输啊。面食种种工具食，花香铜环宝盖璎珞牛骨天鸽等等，这是古贵的礼。这是什么呢？菩萨常常去拜佛，到他方世界去，去闻法，去接受佛陀的教诲。你去的时阵，总所爱供养啊。那供养都是咱现在讲的，总得带一点仔礼物啦，莫这样空手去啊。啊，这礼物啦，啊，拢无需要去买啊，自然都会伫你的手里啊，你会当提起供佛啦。用佛啊是修福，文化啊是修慧，每天去听经去学教啊，福慧相修啊。而且不是去供一尊佛，不是去听一种法，咱今仔日修学第三波世界，讲求的是一门深入，当时分修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啦。这个佛就是十部庄严土里面的发心菩萨。发心菩萨每天也都要去供佛，也都要去闻法，伊求是什么？伊所求的就是四方誓愿来第三愿，法门无量誓愿学啊！伊安怎去学呢？伊当时学无量法门，咱那今仔日一时学这个法门，伊当时学无量法门，要安怎学？分心啊！诸佛无量无边啊，伊分心也无量无边。每一个心去拜一尊佛，供养一尊佛，听伊说法。听完了后，转来回归到伊心，伊个福慧拢在伊心啊，伊无一项唔知啊。所以讲不遮无滴，无所不滴啊。咱甲伊哪会当比啊？伊一工就大圆满咯，啊，咱无量劫都未当圆满，伊一工拢圆满咯，达工恶，达工圆满，这就不得了咯。那西方极乐世界了不起呀，其他的诸佛刹土里面只有正道啊，这个。发心的人才有这个能力，西方世界唔免正发心啦。待业往生的人也有这个能力。这是咩？这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啊加持啊！
咱敢袂感激阿弥陀佛呢？敢袂称赞阿弥陀佛呢？阿弥陀太伟大了，诸佛如来拢嘛赞叹伊功中极尊佛中啊，功中极尊佛中之王啊。咱这一生拄到这个法门，你要认识伊啊！你若无认识伊，当面错过啊，你就真正错了。为什么这个法门会当教你一生成就啊？圆满成就啊！你锁定这个方向、这个目标，你才会当把所有一切不善的念头、不善的习气，拢总放下。为什么呢？世俗世间法无比这个更加殊胜。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一句阿弥陀佛，保证咱啊一生成就，这不得了了。咱来搁看下文，如是一切无量无边殊胜供养之库，该随意即至。如愿供养，这个意识觉的意思啊，意识觉并无意思，完全是感应。那众生有感，分嘛是众生之一；十方如来有感，极乐世界啊，这会。菩萨音啊，就用啊。佛感呢，伊用是什么？是去修福啊，去修慧啊。变化界虚空界内面，即系众生有感，就是啊，十法界众生有感。也是去教化众生呀。啊，随众生心，应所地量。你甲看，应诸佛是救学，应众生是教化，上求下化，那就叫真正的明白咯。啊，向上是对十方世界一切诸佛，伊得去救化。啊！变化界、虚空界，所有刹土内面的十法界众生，甲伊也去感应道交，是教化因的啊。幸福咯！做了发心菩萨咯，每件事啊，乐处不疲啊，真快乐啊，好非常受。对众生布施福慧，那来看下面了一小段，如五亿万欲得诸念万种之物，即该啊，即该在前。使用供养诸佛，宋耶完，我以心力，令出供故，诸至他方诸佛面前，以供养，是故文随意即至啊，无不圆满啊。这段的经文讲啊，真好啊。咱种种诸佛阿化众生，得大自在啊，得大圆满啊，大神通啊，大喜乐啊，
拢是即愿成就诶。这无学未用力啊！玉蝶呢？这个玉啊是虚的，耶罗世界菩萨就是讲反省啊，当基础下下品往生呢，伊敢没有玉呢？无咯。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威神加持，那欲无咯，失去也无咯。为什么这地也搁要用一个欲呢？那都家，那哪有讲到？十方诸佛如来有感，这些菩萨都有应啊，甲佛的感应，其见佛一定有供养，这个供养自然现前，无起心动念，自然现前，用佛文化听教，听佛的教诲啊，啊，我以心力，这个我是阿弥陀佛。心力就是四十八愿啊，阿弥陀佛啊，哦，这会供养故，自然呢，到他方诸佛面前，你想要见到一尊佛，这个供养故自然在空中就摆列开了，一一啦。供养啊，不是同款的啊，人民真壮观啊，真伟大啊，所以讲随意即至啊，无不完观啊，这个意呢，不是意识，这个义是什么呢？义啊是性德，完全是性德自然的流露，无丝毫的念头啊起来，就是啊无执着的念头，无分别的念头，无妄想的念头。这才叫做自知啊！你若问我为什么有这个哦，阿弥陀佛心力的加持啊！你看每一个人啊，到西方世界去拜佛，阿弥陀佛拢用这个方法来帮助伊，完全都基础的哎，烦恼习气无断，伊哪会有这个功夫呢？这个用具是十八土的菩萨有啊，唔免啊阿弥陀佛的加持，但是动机土啊、方便土啊，必须着弥陀微信加持，才会做得到。阿弥陀佛无丝毫嫉妒，无丝毫傲慢，唔是讲你只当跟我学，未使跟别人学。无啊，到极乐世界，凡尘当依托，下下品往生，佛啊拢开放了。
而且什么款的心量啊？心包太虚，量就三界啊！圆满的性德展现的眼前呐、啊。那今天时间到，咱就学习到这点。